康熙来了又有大明星光临，可是西帝会不服气吧？陈乔恩现在是大明星哦。不会啊，不同领域总是会有出现一些大明星的。你的意思说你在主持，然后他在戏剧这边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知道他最近就是红到不行了。有吗？有啊，他超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好啦。有吧？就是你每次现在出现都会引起无数尖叫声啊。没有啊，刚刚来没有人尖叫、啊。你现在你说你是要我们摄影师为你尖叫？哎，这也不止摄影师，前面起码50个人也没人尖叫。我跟你讲，幕后工作人员不太会为明星而叫。可是陈乔恩还是要我为你而叫。啊！谢谢 S 姐。你如果是你戏中的个性，你今天看到了徐熙娣之后，你会讲她什么？演的怎么样？是哪里有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主持人还真好笑。不是，太久了。这位男友都是外国人，是吗？不是，都是外国人。这现在的是吧？这一个是，就这个吗？还在一起吗？这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对，可以。那个就是，还在一起。我以为你变得出什么回答，结果就是这样。那你说触电之后要谁先把对方叫住？哎，我有书要送给你们呢。早点拿出来。新书了，叫做《曹剑八》。恭喜恭喜！就是已经出版了、啊，真不好意思，里面有写到我的书名，所以我今天不能再为难他。对，真的，我喜欢那本书。他说他喜欢我的《LA流浪记》，所以我今天不再为难他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他没有写到我的任何作品、啊。谢谢。所以是谁把你叫住？那个老外叫住你？你也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写啊，总不能叫我写作品、啊。不，我们先看。你有没有听到陈汉典？这个时候你不出去，你在干嘛？啊，你给我出去骂两句。他还有在戏剧圈混，是什么徐老师健康操是不是那个？那个比较久一点啦、啊，那个比较久一点。他最近有、欸、他有出怀孕日记。给宝宝是你写的，什么宝有一天啊宝宝是不是、那個欸？他突然发了我的书，哎，真对不起。我们这期就录到这边了。本录半截，你们会不会接别的东西？接别的 ，OK。我们接下来欢迎这位要取代徐熙娣的人呢，他是我。好啊好，你跟他主持好了，你跟他主持。他是我搭档的所有的女生里面。最年轻的，我走。你们都很好，我人老珠黄啊。没有，你没喜欢我。人老，你都干了。你人老，你没有黄啊。才是个老书生呢，你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出来真的很多很多女明星，就是一下就觉得自己老掉。而且他最近真的版面很多哎。而且最近他在那个网络上面的新闻搜寻里面，比方说永远都有他的名字，可是却没有你的名字。你上错网站了，你们俩不是搭档主持吗？对呀、啊，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你作梗的时候，屁嘞！因为他在化妆间一直讲你坏话，说你接话接很少。屁！为什么会讲到我？瑶瑶超可爱的，可是呢，就是新闻很多，然后外务繁忙，是，结果就觉得把他绑在一个节目上当主持人也太委屈他了。你想让他飞是不是？不像你根本就没事干呐。都超出那个框框了。有棒球请你去开球吗？有那个高尔夫球。小兰哥就说你等下就骂赵哥说你们男人就是烂啊，喝了酒都乱性啊之类的。结果你真的骂了吗？就真的骂了。天哪！对啊。赵俊明说什么？他没有啊，他就说是是是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在这边在打你耶？他骂我脏话哎！你知道说你什么矮子矮一肚子管？然后说我怎么年纪大怎样？明明他就比你还矮啊！走好了。我们爱你，熙娣，女明星不敢站在瑶瑶旁边呢。为什么？就是怕站在一起会比下去。不会，你要看你脸怎么比较长那么多？但是要看谁站嘛。真的，瑶瑶过来吧。大学生现在根本没有亲眼看过徐老师的表演吧？比较，你讲的什么话？大学生18岁，他为什么看得到你？有啊，徐老师也才3-5年前而已。徐老师才3-5年吗？对啊，看重播了。我以为你以为是跟什么林美娘？
所以你跟徐老师当初得到他的赞赏过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他还有参加徐老师模仿大赛，对对对，得到第几名？第三名。我想瑶瑶就不知道徐老师是什么。瑶瑶，你知道徐老师吧？知道啊，那时候学校里很红。真的？所以当时你是几岁？当时吗？那时候是国小。Oh my god！ 他真的是国小，现在18呀。哎，所以你们当时小学生在家里看徐老师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哈哈大笑，说哦，这女的好好笑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就把她当女丑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就一心当偶像，把她当成目标，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吧。对，就是大家都会模仿。当时就有觉得小 S 漂亮。嗯。真的？那时候就觉得她身材很好，小朋友大家都会讨论。脸呢？脸吗？那时候。食指中指这样黏在一起，这几个问题问下来，雅瑶都一直在发抖。你们自己说他过不过怕脸吗？什么意思？可是那个你平常有的时候明明没有想要生气，然后 S 一直激你，激到你站起来追他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是真的有点火这个女生吗？对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我要怎么转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揍我，借着对那样的情绪去转移。可是你像郭彦甫是对我又爱又恨，你是真的恨我，还是也爱？他是下流当风流，对呀，能揍啊，对不对？下流当风流人，你打我跟他比，这什么咖？哎，你会不会在房间也贴我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？你慢慢等啊，你慢慢等，你慢慢等。我给你两张了，让你贴了。我不要，给你弄一点的啦。我就不要，就不要。你不觉得她漂亮吗？你根本就喜欢姐姐比较漂亮。哇哇，我比较喜欢姐姐。你去死吧！不要拦我！不要拦，就不要拦他！我看他敢过来，就不要拦，就不要拦他。哎，讲你姐姐漂亮没？很好啊，你们两个姐妹有一个漂亮就好了。老不休。那死人妻嘞！臭老头。我知道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再骂，不能再骂下去。不，我们现在是文人啊，保持一些。文你个头啊你！所以，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漂亮哎。因为我最近妆比较浓。你有没有觉得她快要嫁到比佛利山庄？没有，而且觉得荧光闪闪。哪有自己承认妆浓的？陈淑华，她这个是贵妇的打扮，对不对？的确是啊，就是应该是贝克汉老婆的好朋友。而且陈淑华她为什么长得比你漂亮？因为她我问过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为什么？她应该的，因为我像她在年轻的时候比她更漂亮。你有在计较漂亮这件事吗？没有，我有问过。因为你知道她已经有聊过了，她没有上妆的时候好白好白哦，皮肤很好。为什么你那么漂亮，主角却？也不帅啊，就是抓不出他的风格。因为你应该要教一下主角怎么样做微整形，他常常会做过头。主角只做了两次就被那个主持人讲了一辈子，我还没交友不慎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很白，我干嘛还这样？你是不是都用精华液泡澡？不是，因为前阵子都在出外景，所以后来就比较补回来。可是你这种年轻人怎么会有这种经济能力买那么贵的保养品？我也不年轻嘞，几岁？26。他跟你示爱哦耶，其实吗？其实我也很喜欢你。问题是我又没有喜欢你，所以是内心。你喜欢小 S 啊？对啊，从小。你完蛋了！完了，你完了！为什么这集录完我的心情越来越……除了那个杨先生，杨先生对不对？又有。你有在幻想 S 吗？就是如果有啊，你在幻想？不是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我是想说，如果搞不好那个再大个几岁，搞不好你再跟我讲，我老师。所以你觉得自己再大了几岁还不够追他的意思是不是？就年纪，他的眼化妆画质一直在嫌弃我太老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因为对啊。